你够强了。没有，对啊，那麻油很好。被你们玩完了。没有没有，麻油很好。被你们吃了。那麻油真的很好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香了。吃饱饭，下去会到一个秀楼。好，那个因为是管制站，我们要搬出山镇，搬出山镇再下去有一个空隙吊桥。哇，真的，真的好乖啊，这只猫，没有看到吗？这么乖的猫，哎呀，真的好乖啊！一般碰到它会。我拍过，我也拍过它。